关姐，你敢知影实验自助餐阿妈为虾米要卖阿俗嘞？是要帮助遐做工啊人的家庭啊。是啊，伊一定有一个概念，认为全天下囡仔拢应该是全天下的大人的责任。所以看到遮尼多牵强耐操的查甫人，爱饲遮尼多囡仔，伊就会不忍心。每一顿省起来钱，拢会当互因加带一寡钱返去饲囡仔。阿弟啊，我真正足喜欢这首歌词的头一句，吃好饱，听起来足有温度的。吃好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不但不怕你多吃，还鼓励你多吃。那都是对自己的亲生孩子才会讲的话，阿妈就是我这种感觉，很家人的感动。Yeah.